不是我们看到的，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部落的青年啊，真的是不简单啊。我们一直强调我们人做人要主动自动自发，所以我们青年会的精神目标就是牺牲奉献。我们知道啊，我们所有的年轻人家啊，部落有任何事情，好，有人建议说听不懂，但是还是要用母语讲哦，不然待会又被骂。阿公哥，怎么怎么怎么？阿那大姐姐，你该多顾母妈喂的。阿那白菜蛋啊，啥白兰地那买的奥乌咖，阿米用大把收一毛的。啊，那不进步呢？啊，从这边去送修那个一定发修嘛，我们是应该，我们怎么怎么怎么？那个他就是跟大家啊，也跟他抓住啊，也跟他啊，放不清那嘛个挂嘛，挂不完了，顾不了。这个啊，就是我们今天这一代的过去在年轻的时候啊，我们常常会听老人家的故事。这个山头是用冲过去的，如果有人在山上遇到什么啊不幸的事情受伤，他们都是用冲上去的哈、哦、啊，所以这个精神就是我们多大啊。那在啊这个时间，我请一位我们青年会的代表啊来讲几句话啊，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没办法让每一位啊都能够啊、发表你自己的感触啊！如果不是会长的话，我们就请会长指派一位啊，我们比较资深的青年会，还有我们请陆中校。如果你的话里面是有50句的话，要有25句是母语啊。哈我不是，在座的。没有，但是没有开，那音量没有，没有那什么。在座的每位，我们多纳的亲友，大家平安。原本这个讲话是应该是我们青年会会长苗志强应该要出来讲话，因为他是我们所有人推选出来的会长。那会长可能顾于其他的关系，可能叫我身为他的叔叔出来讲。但是我要讲也不能讲太久，我只是讲说。传递圣文这件事情，应该是所有我们多纳每位家人，所有的只要是青少年以上的，都要出来参与。因为我举佛法应该也举了10几年了吧，我希望今年是我最后一次举，是因为我想要呼吁我们所有的多纳亲朋好友的小朋友，国中以上的，都要来参加这个举佛法的仪式，这是我要讲的。我叫罗善，我在他身上学到，我曾经有一天深夜，他跟我讲说，傅杰，那一天我不在了，你是不是可以继续帮助我们多纳亲友，包含国牧，继续做我们为多纳付出的事情？我跟罗善说没有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罗青土木虽然辈分是子女，但是我们青年会包含我的家族永远支持罗青，谢谢。好，刚刚我们的陆中校提到，应该是啊，只要是青少年开始，来我们调查一下。这边刚刚有跳维舞的，是国小的，请举手。国小的小男生，哇，来给孙杨掌声一下。啊，国中的举手一下，来给他们掌声一下。来，这个就是一个传承哈。啊，希望明年啊，我们的黑米就有更多的啊，像你们这种年龄啊，来参与我们青年会的这个部落点燃生日之火。好、啊、的，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部落会议主席代表我们啊，华德曼部落里面所有的啊长辈，我们族人啊，来啊讲几句话。各位家族都在这里啊，那在这边。啊，都是关心我们啊，整个古阿达曼的每一位子弟啊，买萨利吉达啊，今天我们买萨利吉达啊，达姆巴那个达斯吉兰那个
Mas Bukina Mas Sengki Kumina Nungya 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难能可贵，在别的部落没有了。来，我们掌声欢迎我们部落会主席我们的老祖。我们班老师，啊，我们的啊，我们的班老师，我们这边可不可以音控大一点，到我们麦克风大一点？班老师，好，我们。现在的大头目，我就是头目家族。各位年轻人，各位多纳的所有的家族亲朋好友，大家平安。平安。我这个部落会议主席，是我们前任头目罗尚。跟我躺了很久，叫说可不可以出来选，所以那很感谢我们所有的乡亲弟兄姊妹的支持，啊，就顺利的选上这个部落会议主席。我就秉持着前任大头目他所交付的任务，就是要把组织战争成立起来，要把部落会议委员会成立起来，为的是要我们把我们的文化传统礼仪歌谣跟我们所有的祭典仪式能够一一的建立起来。我们已经开始在动，我们正在要进行跨一大步的时候，大头目就这样离开我，所以很多事情我心中很沉重，但是我在今天看到大家所有的表现，更看见了我们大头目家族的团结，我相信我们新任的大头目在大家所有的见证之下，我相信我们会跟陆中校所讲，我们全力一定会支持。我们多纳村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部落，从来没有一个外敌把我们收服或是攻占我们部落，从来没有。没有。整个台湾所有的原住民的部落都被人家贡献过，就多纳没有。没有，好，请你为大声讲，没有，没有，再一次，没有，再换一次，没有。我们多纳部落就是有一种很特别的一个特性，从一出生开始都一直在比较到死掉，到结束我们的生命都是在比较，跟隔壁的朋友比较，跟自己的兄弟比较，跟外村的比较，跟外面的敌人比较。这是我们东纳村的一个特色，所以你们青年会的，尤其是我们年轻人，不要忘记，不管参加任何比赛，志气不要输人家，这就是我们的长辈所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产物。我跟在这里要恭喜所有在场的所有的来宾，所有的朋友们，恭喜你们来见证我们第十五代东纳的大头目的就任。在各个部落你们见不到这样一个场面，所以我来参加 这一次的部打，这时候在这边跟你们说恭喜你们，你们看见一个历史的一个一页，希望你们把这个讯息把它传扬出去，播上出去，让人家知道我们多纳部落有一个这样一个部落，很团结的一个部落，他们有他的文化特色的部落，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希望你们帮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讯息，一个好的讯息，把它传扬出去，散播出去，好不好？好。我们的头目家族，你们也是一样，你们更应该更团结。我公家，你爹那个，他领爹那个朋友你个，那个是个兵那个，阿明那个阿弟啊，那个大头目，那个头目家族，二十三那个一波东西来给他。
我们的前任夺位的回来，给他证明了。所以说他们今天还是依然的带着他们手下的手上的一个精神在这里。我不应当啊，就该说不不给大家，希望你们能够振作起来，开始参加我们这一部的春红道，好不好？好，夺目家族加油！是。啊，我的话就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够秉承着今天说的精神，继续在耳后都是这样进行。好，谢谢大家。哎呀！不管是我们部落的青年会，还有我们部落的族人，我们大家来上的啊，我们自己我们在沙碰干的啊闹着啊，那有些的朋友那个啊，但是那个我是对他啊，他挂着啊白天他包皮带啊，那包完了一样的产品那个啊，他把你那个猫你回来的那个那边去那个啊，大家那边那个猫咪去的是。好了，接下来我们再请我们的齐老啊，我们目前是啊我们的洪有志啊，我们的这个啊已经有80岁的啊这个长辈哈啊，他是非常非常啊关心部落的一位长者啊，大小事情都会看到这个好摸啊在各位的面前。好，主持人啊，部落的里长。部落的主席，还有所有的我们部落的青年朋友，还有我们来到各地方的所有的朋友啊，不管是来这里观光的啊，或是我们从别的地方来参与我们这一次的黑米祭。啊，我们非常的欢迎各位啊来到多纳，还有我们第十四代的公主，我们第十五啊带了一个大头目，就是今天只要布达先放这样的一个责任，虽然是。年纪还小，但是我们在周围的所有的大佬，还有部落的所有的年轻朋友，还有我们所有的部落每一个人，都应该我们支持啊这个家老的干，还有我们这个大头目龙勋，还有我们大当家。大当家、朱家、周所会，你们要举手一下，表示知道你们哪一个人哈。罗勋就是在那个中间，你们游客在还是好，那请大头目挥挥手一下。那个朱家、大当家、周所会。那这一次我们非常的感谢所有的年轻朋友这样的由你们在这个部落来掌舵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我想以后所有的年轻人在部落的时候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急件的事情的时候，都会在前面为我们的部落做服务的工作。他们该发出的那个是在那个公家老拉的那个公家造大吧。是公家打理的没有？跟那个广大湾，个木包一个，那下路搬了个，但是我们搬过来包跟个老板那个早上吧，公家打理的没有？跟那个搬运一个他俺家路，不下路搬了个，回家那个我们的，因为我们的大头目在前两个月之前就登山，我们离开我们部落。所以我们今天你们可以看看我们这个大头目没有盛装
因为我们还在守孝的当中啊，所以请大家啊不要介意，大家都啊包含啊那个是三年个啊阿玛尼盖过来巴杜雷达那个摩尼克斯那个是三个啊阿公个乌拉拉基隆个摩巴维个穆夏努巴勒拉啊，请我在这里最后。我祝福各位所有在这里的啊，不管是来到啊这里的啊观光的游客啊，愿上帝祝福你们啊有健康的身体啊，家庭美满啊。最后，我们把这个时间我们就交给我们的主持人，非常谢谢你们，好、啊、欢迎各位。好，来回应。好，我们可以看到啊、所有我们同文家族的啊、大大小小老老少少都站在这里啊、我想他们的感动，我想他们的感触跟大家一样。那由我们啊、这个啊、南极院的啊、如果从啊、第一代这样算过来，他应该是第十三代啊、这个目前是我们大同的职工罗里长罗耀明来代表讲话。我最敬爱的同安道的家人，谢谢大家在前一些日子在家里面给我们鼓励，给我们的帮忙，尤其是在我们守家守孝的时段，谢谢大家不停的用祷告啊，不停的用勉励以及亲自拜访到家里面安慰说家里面的长辈之一，谢谢大家。那我以那你看罗氏家族大伯母的家族第三代孩子敬上谢意，现在所有罗氏家族啊，所有的家人举高，感谢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家人举高。好，那所有人都在排队。第二个，明天我有承诺，所有的族人，我们所有的家族也会盛装，跟大家一同庆祝我们的W善黑米庆典。如果家里面有一个没有盛装的，我会用鞭策，我会用我的权力来督促我们的孩子。如果我们有做不到的地方，也请在座的长辈、在座的族人、在座的孩子给我们鼓励，给我们指教。在这边再一次的答谢大家，谢谢大家。来，我们一起做祷告。掌管生命的天父上帝，我们在此把我们所有弟兄姊妹的生命献上给你，求天父上帝你能够亲自引领带领我们，让我们所做所行的都没有违背你的旨意。天父上帝，你看见我们所做的活动，也愿你能够成全并祝福我们。天父上帝，一切都是你所创造的，一切都是你所运行的，希望我们所有的活动都没有得罪你，如果有违反你的旨意，愿天父上帝饶恕我们。天父上帝，今天我们晚上还有怀氏的一个晚会，天父上帝，我们要恳求你莅临我们的会场，带领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在这样一个场合当中，我们能够静静的、静心的来聆听天父上帝所要给我们的指示。天父上帝，谢谢你，一切所有的弟兄姊妹、外宾来到这里的，也愿你能够保守他们的路上，保守他们的车辆，愿他们都能够高高兴兴的在与我们活动，平平安安的回家。天父上帝，此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今天所有的感恩、所有的祈求，完全呈上在你的面前。愿你能够赐福，谢谢你这样垂听的祷告，一切都是奉告耶稣的圣名祈求。阿门。还有要讲啊，大家平安，黑米祭快乐。来，每个人握手，握手。
就回去准备。七点半的时候，七点半，大家都到篮球场就位完毕。这里是圆明台。如果有你们就有希望了啦。我们。如果有你们就有希望了。